喂，喂，哎妈，你忙好了没？不忙。哦，我给你打个电话，跟你说一声，那个小磊问他爸了，他爸那边没有开工，然后那个钱投进去了，弄不出来了，现在还，可能得晚一段时间再还给咱。那没那兄弟都上手花钱了，咱上回不开工交啊，也差点儿，这咱也没挣钱，这你照顾他，反正差点儿给咱。那咱能还拿不出来，咱能啊？那怎么能去逼他去啊？让他去借呀，怎么能？他说是不如你要给咱，咱还那没那兄弟还上手花钱，咱也没挣钱。姑娘，你看这一个多月又没挣钱，房租还没给你，咱也没钱。哎呀，你别逼他了，东木。要不我想法给你吧，我姐姐，我给你吧先。你姐，你上哪儿借去？你今天你和那逼他，他也没有问。那你姐也是咱家，也是咱家欠的钱呢。我姐叫他还呢。还得给他要。我知道给他要，关键人家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，那咋个要啊？你和他要吧也不好看，你因为那点钱给他闹翻了。哪个的呀？那不就那弟弟妹妹上手了？我想法吧，东哥，我想法吧。那咋弄啊？咱不能，哎呀！他说的是光娘给他呢，这实在不想能把给他，不想能把给他，真能把这都给他。这不能我知道，能把把钱给着他吧，怕他到时候给不了，搞定恁个这。这不是特殊情况吗？要不是因为这个疫情的事，估计也现在也给咱了。要是现在所有人都开不了工，那你没法儿是不？赶上这个事儿了，咱们。要不疫情再也挣两个钱不一口，那妹妹你啥时候工？还没给钱房租，你还给咱要房租嘞？你别给他打电话哈，你别跟他要，我给他说都懂了。你给他说呀，我给他说了，你别逼他恁狠啊，咱再想想法吧，怎么？我想法，这你眼看恁妹妹就要开学了。我知道，我想法都懂了。都在吧，先都在吧，挂了吧。你想你想法跟他要哈。啊，中。我也值不来钱。中，知道了。叫他生花粉也得给着他。你别这样了嘛，你知道不？你别这样了，这样太不通情达理了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咱关键是碰见这个事儿了，这不是特殊情况吗？那不这样，那妹妹那弟弟啥时候不能还在那圈子借钱去？得了吧，挂了吧，得了吧，挂了吧，回头再说吧，回头再说吧。